我觉得很荣幸，从张作骥导演的影迷变成演员。但今天跟观众在一起，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呼吸，然后欣赏这部电影，我觉得很过瘾。愤怒的觉得他也没有领到球，就在街上攻击买菜的家庭主妇。那时候我接到这个剧的时候，哇，天蝎座，对，我好想要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也被天蝎座男生也伤害过这样子。 今天会有一对家伙特别为了这场来演出。那这一对呢，是因为参加金马影展，不小心在影迷交流区看对眼，他们马上要结婚了。那。